进来吧。咱先说好啊，我给你修完热水器，我立马就走啊。怎么这么快到我家？怕？我问心无愧，我怕什么？那要是我问心有愧呢？你问心有愧，那修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得试试好没好呀？要是没修好怎么办？那我在这干嘛？我在这干等着呀，这太无聊了吧？好了，我等着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没有修好，这个水还是凉的。凉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去看。哎，我说没修好就是没修好，你快把衣服给我拿过来。哦，衣服给。怎么了？那有点冷，头有点疼，你帮我端点水吧。行，快不感冒了吧？水我给你拿来了，放这儿了。你待会儿起来赶紧喝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忍心我一个人在家吗？我现在特别难受，我浑身发冷。冷？该不会发烧了吧？这没事啊，我去给买药，等我一会儿。你人就不要去了呗，这种事情就要给手机上的叮当快药好了。叮当快药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叮当快药办的圣诞挑战赛，现在点击视频下方拍图款就能参与全民任务挑战赛，发分现金大奖，同时进入挑战赛页面还可以参与圣诞祝福小游戏，抢千元护肤套盒。那我等你叮当小哥来了我就走啊。哎呦，我头疼，要不然今晚上你留下来陪我。那我这也没睡衣啊。那我拖鞋也没有啊。你都准备好了？那我去个洗手间总可以吧？那你快点回来呀。哦，没修好，到底哪里出问题了？太多了，我明白了。完了，钱总这是有计划不让我走，不行，我得赶紧打个电话找人过来求助。哥，你快来救我，我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哎，钱咋了吗？你别动的事，不是哥，你给我帅了。